欢迎来到汽车城赛车比赛现场，强大的竞争对手也都参与进来了。沃尔特，是时候发出信号了。你还好吗？马蒂尔达在比赛中领先了。第五名，你能做得更好，超级卡车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鳄鱼卡车这么快就放弃了比赛，你这么快就追上来了。一条近路，那是作弊，鳄鱼卡车。马力失控了。不，有一个障碍在等着汽车们。不，到处都是煎饼，小心。蒂尔达很好，继续赛车吧，超级卡车。看来埃德纳和布鲁克是势不可挡啊。这越来越令人兴奋了。一个火圈，这越来越难了。怎么了，埃德纳？好样的。埃德纳，你是害怕那座断开的桥对吧？别担心，超级卡车会用拖绳保护你的。布鲁克和鳄鱼卡车现在一定已经快要到达终点线了。等等，你还有机会。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。看来马蒂尔达和玛丽回来了。你作弊了，鳄鱼卡车。超级卡车，你输了比赛，但你赢得了你朋友的尊重。哇哦，杰瑞的速度好快呀。这场比赛注定会很精彩呀。快看看这些粉丝，杰瑞，你不能叫鲍比为笨呆呆，这样很不好。杰瑞，小心！哦，糟糕！哎呀，杰瑞，看来我们需要人帮忙。卡尔，该出动了。超级卡车，走起！
超级卡车，杰瑞和鲍比在更远点的地方。往那儿看。水都被这些垃圾污染了。超级卡车，你要怎么办呢？那个。杰瑞，超级卡车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超级卡车，这个点子好，成功了。鲍比，你看，有超级卡车在这儿，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杰瑞，你下次可得多多小心了。杰瑞，你想帮忙吗？你真好啊，不过也许你应该让超级卡车。杰瑞，超级卡车，快快，杰瑞，坚持住。杰瑞，抓住！超级卡车，快派出 ST3000！这是什么？超级卡车，你又出色地完成了一项任务，所有人都得救了。杰瑞，快看，你可以划水了。朋友们，再见，下次见。你们好呀，看上去好有意思啊。不知道谁会赢得这场比赛啊。卡尔，你好像会赢呀。啊，杰瑞赢了。卡尔，太遗憾了，不过好像有人需要超级卡车的帮忙。安博在和宝贝们一起玩肥皂的时候，玛丽决定搞个恶作剧，所以她把凝固剂加进机器里了。现在这些不会破的肥皂泡要把宝贝们带到天上去了。卡尔，你得赶紧救救他们。
看来宝贝们好像还挺开心的呀。卡尔，快看，是玛丽。我们一会儿再来处理它，先把宝贝们救出来。啊哈，那好。变身成一架超级直升机吗？必须的。我们现在就去把宝贝们救出来吧。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吧？太好了，超级卡车！现场情况现在已经控制住了。糟糕，玛丽的凝固液好像开始失效了，泡泡开始破了。超级卡车，想想办法，不然宝贝们会摔下来的。安博，别担心，超级卡车会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太好了，宝贝们都安全降落到地面了。安博，没事了，超级卡车把所有的宝贝们都救下来了。玛丽，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好事儿。不过多亏有超级卡车，情况才得以控制住。超级卡车，这个点子太棒了，宝贝们玩得很开心，更重要的一点是没有任何危险。不知道在下一集里，汽车城又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？哇，玩得开心吗，伙计们？那可真是棒极了，超级弹簧卡车。有人需要你的帮助，卡尔，你最好马上回家。那本被困在泥里了。看来凯莉没事，但是本被困在里面了。卡尔，你能帮助他吗？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他浑身都是泥，他在那泥坑里面多久了，凯莉？你把孩子带到迷宫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被困住了。超级卡车，你打算怎么做？你要变身吗？
台超级挖掘机，棒极了！小心！哎呀，如果你也被困住了，我们叫谁把你救出来呢？小心，慢慢的，你的挖掘机铲拿起来，慢慢来 ，feel。他在这儿呢，你还好吗，本？那真是太可怕了！干得好，超级挖掘机！那边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怎么了？冷静，你需要振作起来，深呼吸。你的朋友在迷宫里迷路了。好的，超级挖掘机，你能帮忙吗？超级挖掘机在用雷达寻找迷路的孩子。他把指着这里、那里的每个地方，看起来雷达好像找到了什么。看起来他的方向是对的，他找到什么了吗？他找到孩子了吗？真好！你今天解决了这么多问题，超级卡车，猜猜你前面的桌子上有什么？睁开眼睛，凯莉给你做了一个巧克力泥派，谢谢你帮助了我们，超级卡车，请享用吧。哇，你还好吗，沃尔特？再教他一些招式呢，卡尔。好像有什么不对劲，你最好去看看。不，一个怪物！超级卡车，你得做些什么？怪物在摩天轮的最上面。啊！快，他要逃走了！变身听起来不错。好样的！抓到你了！啊哈！我也知道这个笑声，是杰瑞。不！泡泡就要破了，超级卡车，你得救救杰瑞！
就是现在。杰瑞，你只能等着轮到你了。嗨，卡尔，你在看什么？是宝宝洛奇。哇，完美的着陆。卡尔，有人需要超级卡车，快点。今天萌浪兔和小黄鸡飘飘来我们的海滩玩了，他们正在玩飞盘，突然小黄鸡飘飘和飞盘一起消失了，没人知道飘飘发生了什么。卡尔，请帮助萌浪兔找到他。超级卡车来了，萌浪兔发生了什么？你当时没注意，然后你的朋友不见了。我们得找到飘飘，他肯定就在附近。嗯哼，怎么了，超级卡车？超级卡车，你必须变得更大才能穿过海滩。变身时间到了。超级弹簧卡车，太棒了！啊哈！查德说他注意到赛场上有些奇怪的事情。好主意，我们去看看吧。看，不是吧？这是飘飘。啊，不，他们朝着飘飘去了。超级卡车，快救他。飘飘，快点儿，有车向我们开过来了。超级卡车，你一定要救救他。抓到你了，坚持住，小朋友。好了，超级卡车，你可以把飘飘放下来了。你现在安全了，来拥抱一下。好了，今天可真是够紧张的，朋友们，我认为你们的确该休假，好好享受吧，下次再见。哎，杰瑞，你是不是想打破赛车记录呀？嗨，艾德娜，你好像在很辛苦地挖什么呀？这有什么特别的用途吗？哦，公园还没有弄完呢，你应该继续工作了。哎呀，好像出问题了。因为艾德娜在打转，所以隧道顶部开始垮塌了。杰瑞，快停下！
艾德娜，快别挖了，隧道要塌了，杰瑞还在里面呢。糟糕！卡尔，杰瑞遇到困难了。隧道被堵住了，超级卡车，你要变身成什么样子才能进去呢？杰瑞，超级卡车来帮忙了。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？石头掉下来的时候把管子也砸碎了。超级卡车，你得快点了。快领着。超级卡车，加快速度！我们走吧。怎么了？当心！糟糕，水涌过来了。你得使用你的特别武器 ST3000 了。镭射激光吗？太棒了。超级卡车，干得漂亮！你成功的把水冻住了。各位，祝你们在冰面上滑得开心，再见。艾德娜，艾德娜，艾德娜，把耳机摘下来。你被大火包围了。火势蔓延很迅速，我们得找人来帮帮你。卡尔，公园里起火了，发挥你才能的时候到了。
艾德娜肯定是挖到一根管子。超级卡车，你这次要怎么变身才能把大火扑灭呢？对呀，变身成消防卡车。干得漂亮，不过我们还要继续灭火。你左边好像还有火光，现在注意右边。艾德娜，超级卡车来帮忙了。超级卡车，火势蔓延到整个公园了。你准备派 ST3000 出场了吗？哇，我等不及想看看他这次的表现了。一个水箱，太厉害了！哇哦，真的可以呀！它还能灭火。哎呀，卡尔，你得趁着火势还没蔓延到那里之前，赶紧把火扑灭。哇，好险啊！哇哦，玛丽，你真厉害！是的，我们今天已经差不多把火灭完了。你想让玛丽从你的头上飞过去吗？好，祝大家玩得开心。